宜兰有一家知名餐厅雇用了七名非法外劳，想不到这七名外劳竟然是北越武警出身，个个身手矫健，相貌堂堂。就连警方在进行搜捕的时候，他们在省道快速道路上追逐，就上演了一场警察追警察的戏码。警察追警察，宜兰的警方追的是穿红色的越南武警，七个人偷渡到台湾来打工的外劳，个个身手矫健。警方跟监了一个礼拜，看到警察立刻通风报信，有人甚至躲到厕所里。其中一名是北越的少尉武警出身，身手非凡，另外一位是北越的大学名校毕业，拥有数十艘货轮，只是生意失败到台湾来做外劳。这七名外劳每一个人长得像型男，而且是北越武警出身，个个身怀绝技，到这家餐厅来打工。这家餐厅不止一次雇用非法外劳，最高可以处75万的罚款。不管你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，亚洲各国的贫富差距大，这种街头抓非法外劳的景象应该还会再发生。